大家好，我是亚普面，现在来挑战的是沉睡的狮子。然后他一开场就轰我了。好，紫光光市场。来，爬起来。明明的守护，来，小状态，小状态，这个实在是哦，来回血，来死伤，然后他就会睡觉，然后睡觉睡得很熟。好了，我的索恩是来偷东西的，来去偷一下。嗯，造福命运。然后这是被他偷完，好。发修呢，降攻防。好，不倒立觉醒。倒立觉醒。菲娜呢，就是预付，来预付罢休，好预付自己。您可以做什么呢？您可以，刚刚都开完了嘛，现在就是回魔吧，嗯。先下降回血了，提升，回血，嗯，下降攻魔先回血，哦，痛！哇、哦，痛到死了，太夸张了。其实刚刚要打他啦，只是我没有打他。现在是轮到第三回合，就是不能打他。其实刚刚要打他，我只是没打他而已，太痛了啦，痛到死哎、欸，搞错吗？有没有搞错？嗯，我就罢休要防御了，不然太危险了。来，这两只防御，预付。嗯，来回魔。刚刚是错误示范，睡得很香。好了，我决定了，罢休去防御好了啦。不行，不能防御，你先攻魔，你们闹局。一样预付，对，预付的就赶快预付，太危险了。其实在路和蒂娜打有个缺点，变成说，该怎么讲？因为他有可能死掉，就是要重新上魔导力觉醒，嗯，这是比较麻烦的地方。那我们来大力一点的，看会不会太大力，管他的，轰下去就破血。轰啊！大力！
好，飞行的。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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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！哇！好痛！好了，要解石了。解石，复活。刚糟糕，我没有带解异常状态的，非常的惨烈。糟糕，非常的糟糕。不好打呢，怎么会这样？吹得很香。好哦，再倒一次。然后倒完降攻防。这要打到民国几年啊？哈哈。应该都死掉了，没有了。没关系，小发的，好预付，预付发修，预付菲娜，白的，这是回魔，这是回魔，回魔，回魔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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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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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安全安全安全哦！这回合就是可以很开心的做一些很多事情。来回魔，回魔，哎，等一下，回魔回血，回魔，其实也可以开支招啦，算了，不用，那就好。菲娜也是回魔，神兵回魔，来独角兽，快吃独角兽，来魔导力觉醒，魔导力觉醒，阿修呢？阿修继续弹哦，弹恐怖的守护。还不错，前进状态不错，我觉得巴秀等下就倒了，蓝玉碎很香，连锁人去撞一下，咻，又来了，弄累了。来，相公魔。我觉得我极限机会挤不出来，有点惨。不过没关系，算了。来解伤，预付预付预付，
然后就开始轰了。我相信我这一下一定应该不会太大力啦，因为对方没有降魔法。嗯，如果对方降魔王的话，波动打下去就是超级痛的。OK， 不要那么痛，不要那么痛，哦，好痛。好了，他要开始踢下了。哇！痛！哦，好刺激啊，我天哪，啊，还可以，勉强，都只死一只而已，还复活爬起来，还重新洗 ，OK 的，稳。一样，魔导力觉醒，嗯，有个很尴尬的地方就是我要集怒气，最后一回合要用极限技了，但是极限技好像集不太出来啊，感觉集不太出来，等一下。发射呢？来，使劲加防加血。不对哦，不是，一样啊，就紧紧的守护就好了。还是加。非常好，乖乖的，睡到死，没啦，睡到死。来偷，好偷，像攻防，像攻魔，像攻魔偷完，像攻魔卢神蒂娜轰，很好，节奏大概就这样。降魔钩，然后全解散，所以那就本身自己衣服还在，巴修衣服应该不见了，没错，那把巴修上衣服，不错，然后就。这衣服谁好呢？其实，轰啊！来了，起来了啦！哇！入睡，轰啊！轰完这招就入睡了，应该是死掉了，饿死了，我这三招好硬哦，我的输出都是全打好，然后其他是趴掉，没关系，假四，来，全部站起来。很沮丧。硬的。OK。就这样打好稳哦，稳稳打就好了。
来，再把它偷回来。哎，倒数第一。来前去上一副。让我想想看哦。然后加魔力，然后回魔，来加魔魔，我在想说我的要不要打，应该是可以打啦，算了，不要打，我最后再收掉它就好了。我菲娜有打到他就好了，至少一定要打到他。就是不管怎样，他睡觉睡完再回合之后，他醒来这回合一定要打他了。不打他，他就会踢一下，然后把你灭掉。啊，发修痛痛的，发修好痛，不要再打了，会死掉。不要，活下来。好像有点难呢，活不下来。哎呀，活下来了！哎呀，我好厉害啊！活下来了，厉害！活下来了。来主角兽，来路小弟那继续我倒。那继续，这我们家军师要没魔了啦，来补一下魔，补魔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来补血补魔，来物理弹，不弹，黄昏的守护。睡得很香。我的 LV 目前开一啦，开四。因为他没有是被降精神，所以我是绝对打不死他的。对，加上我又是下降自己的那个，下降自己的魔风啦。希望这波把他打到惨。勉强。12%，然后等一下我有20%血线，发修感觉痛痛的，哇，要撞了，要再解一次了，哈哈，麻烦。OK 的啦。至少那石化有没有？我前面几只不会死，死了一只，死了两只，非常好。好，回来吧，来解状态。我哪里解释，其实基本上重复这些动作的话就非常的稳了。
伯伯，一个伯，一个减伤。哎，不用不用不用，应该先补血，顺序错了。等一下再打12%，12%，我在想，好，攻击好了，攻击跟回魔，全能力回血了，然后以及回魔，哎，独角兽。咚咚咚咚，好，睡觉吧，孩子。就是把他血压到最低，打死，最稳，来消除武器。继承马丁之力波动，继承马丁之力波动，怎么样？没魔力以及减伤，看情况，看情况，看打得如何。打死了，等一下。打，怎么会这样？连依稀直接打死那个，难道是？打死是尴尬啦，因为我没有极限技收。哦，我的天哪、啊！太痛，不行不行不行，那太痛太痛太痛啊！我知道了，先把极限技丢一丢，然后最后再用那个光战的极限技围掉。嗯，我好聪明哦，果然还是要这样子。对，没错，应该是要这样子。刚刚刚好是连住了啦，那刚好是那个有连到，不然没连到不会那么痛。然后只能说碎石太烂了啦，没有，这嘲讽他碎石太烂。啊，那个不小心就打死他，害我成就解不掉。真是的，还偷，一样啊，是降攻魔啊，一样是降攻魔。啊，我还想说我要不要加魔攻哎、欸，真是的，我不加魔攻了啦。我这次加精神，啊，一起结账，好不好？我不要加魔攻，魔攻太痛了。打，来小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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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次一定要超小丽，好不好？发修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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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一样啊，这样。OK， 然后就连续咏唱预付，然后最后再收掉它。没错，完全是可以的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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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预付，
嗯。哎，怎么会这样？难道没有全挡吗？嗯。啊，算了啦，反正菲娜没事就好。十。嗯，很好，非常好，非常好，这样，哈哈，死掉了，来了凤凰啊，看一下哦，幻兽，召唤幻兽，极限第三次，好，现在是极限第典韦，凤凰来了。嗯，刚刚没有按到这个啊，打到他啦，等一下，错误，原来凤凰会打人哦，原来凤凰会打人，好啦，我错了啦，不能打他，真是，这只碎石好麻烦。打死他也不行，他睡觉打他也不行，实在是麻烦的一只。没有，这是要拿成就啦，如果真的要打死他，很快。很快，就扑扑扑扑扑一直扑，他就死了。魔攻加到最高，一开始波动开下去就好了。但是 LB 要先挤。麻烦，要集三个，然后要用 LB 收，麻烦，为了拿成就没办法。来回溯，来再回溯挑战一次，不能丢凤凰。好了，我巴哈留着最后丢了，我菲娜丢巴哈，嗯，好了，不管哪些人。人先站起来再说。心飞起来，来爬起来，爬起来。不是。大复活，大复活。弹一下，这回合就是基本上是可以收掉的啦，再两回合把电视力全开，然后收尾，你有什么绝招可以玩呢？来看一下你有多少血好了，反正你也没事做，反正不要打他就好了。很好。嗯。好，再看一下。好啦，这回合就是两个，基本上我是小小的轰他一下就好了，小小的定壳他一下，先偷再说啦，然后再降。来觉醒觉醒，来觉醒觉醒，
这回合可以做啥呢？尼克尔，他不能做啥，他只能回魔。回魔，回魔。然后孕妇丢在两只裸地身上，怕死掉。啊，不行，要打哦。呜、哦，好，孕妇一只，然后打一下。真的是要打一下啊，应该是用那个啦，尼格尔踢他，要打一下，轻轻的摸一下，来，轻轻的，阿哥真一个啦，嗯。来睡醒啦，攻啊，哇，巴丘说好痛，哇，痛痛。裸地不要死，裸地不要死。OK， 打到这里就是通关的啦。这回合把大家叫起来。哎、欸，困爸 boy。嗯，两招必杀，然后加。没事做，我们倒立学习。嗯。你要叫尼格尔踢他，嗯，没错，就这样子结束了，就最后这样子就结束了。来魔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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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在这里。什么？好，收工，可以收工了，打完收工。直接踢了，直接踢了。然后降防，降防，降，应该是降金啦，降金。八号准备，活动。冲啊！完美，收工。应该是解完了啦，没错，解完了，开心开心，好看一下装备啊，一样给大家秀一下装备，看一下这样子装备好不好？其实我装备很差欸，我的巴修竟然没有血破万哦，超是烂的，
对啊，武器也用这个去撑血，然后在这个重创。基本上啊，有了，我带黄色气球可以吸引炮火。减招黑招，嗯，然后重装提美啦，然后升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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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哈，就这样子而已。嗯，真的有够烂，哈哈，不称职的坦克。嗯，这个全输出超暴力，好。嗯，基本上都是信赖啊，信赖偏多。哼，然后一样成最大极限伤害。嗯，不错，伤害够高了，我喜欢。这个也是回避。然后有敏捷，死掉发起来可以再回避。然后他有那个独角兽之力，对。好，接下来一个血晶，生血生晶，嗯，生血生晶。嗯。然后飞呢，哇，这个是血晶，也是全部生血生晶。没错，我还给他当双刀流，就是一样撑心又撑血，尽量撑度最高，精神有700多了，轰下去基本上都是痒痒的，轰不死我菲娜都可以玩啦。好，但是算是这样子，然后菲娜有这个，没错，还可以救大家，叫大家起床。好，大致上配置就是这样子，只是碎石其实就是打一收一啊，打一回合休息一回合，基本上这样打，然后可以带预付多一点，能够先预付的角色先预付，然后只要你的捕尸不要倒，基本上坦克也不要倒，就这样子一直爬起来跟他换，一直换一直换一直换，换到赢。不要太偷，然后他一定要打他哦，如果他休息一回合一定要打他一回合，不打不行哦，一定要打，不然会很惨，超惨。好啦，大概大致上就是这样。好，谢谢大家，下次见，拜拜。